我走到错误的位置上，或者说退了不该退的兵线，或者交了不该交的技能，我就知道完了。刚一交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坏了。无论如何都是打野杀技，你要记住。学废了，学废了，学废了。烧马，死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。不砸筒子是吧？哎呦我操！炸他一下好亏啊！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也失去灵魂。OK， 这波很赚，走吧。把我吐了出来。他可能会绕到上面那边去，但他们这个俄罗伊没什么留人技能。有毛病啊！不纯恶心人吗？哎呦，踢的我这个线有点麻烦，我要回家肯定他能推到塔下。啊！操！打野差距兄弟们。我操，这能拉得到啊！我看到你死了，挡不住的小火鸡。死人们，哇，我认为。帮船长的话也不是说帮不了，那如果你打野不会看兵线的话就当我没说，会看兵线的打野的话什么英雄都可以帮的，但前提是你的这个打野英雄足够强势，比如说你是个瞎子赵信什么的，这种就可以。弱势一点的打野就没办法，机会有点渺茫。强势一点的打野的话，你要会看兵线哪路都有机会抓，你要是不会看兵线的打野，那就随波逐流，刷到哪抓到哪。我操，还这么快、啊！找死！不把老子奔雷手文迪莱放在眼里是不是？啊？哎呦，被炸到可惜了。我的心是杰作的。真不喜欢用 W 强桶。简简单单，轻轻松松，你来你也行。我打算有提，哎呦，都把兵卖过去，我都没注意他出完兵卖护手了。
好闪！我们下路不会换上来的吧？冷静一点。我操，没 Q 出来，想吃个终结，好烦呀！没事啊，我故意死的，就是想给兄弟们打个五二零。九泽 ，motherfucker！ 你大了，来不及，别想了，算好你血量了。他一需要时间，大招需要时间，他一加大招我都已经 AQA 打完了，他的血量我 AQA 他必死。就算三下都不暴击，他也得死。这也就是即兴啊，这也就是实力哦。你投你的马呢？有毛病啊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统统烧成渣。更多火药。小龙不要了，看能不能拆上路二塔。完，哎，我以为我的 Q 会被他大招怪傻逼了，蠢了我这不。回中路啊，回中路，回中路，别搁这搞啊，回中路。好 go， 这宇宙第一船长烂地送的血瓶，感谢宇宙第一船长烂地，谢谢宇宙第一船长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居然把大龙拿了，我操，我队友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牛逼了啊？真嘟假嘟啊，他19岁的时候世界冠军，你我网吧冠军，网吧冠军你拿过吗？就鬼子锤拿过呀，网吧冠军拿过好几次呢，奖金1500，网费3000，五个人分。这很能打是吧？主要要后。哎，退一下，退一下。哎，你有大，你早说呀！但是我没桶，说实话，没办法，我桶子不够。进，救我，救我，快啊！洗吧，你他妈进来先扛下塔不行吗？从下路呗，有病！我操，别吓人！
谁又把我怎么的 A 了？怎么还闪现到我鼠标上面去呢？别一会别实锤我鼠标锁头了，我真没锁他，他自己闪现到我鼠标上面来的。兄弟们不会举报我锁头吧？